突然看到有一个有饭店，我就赶快订了。那一个晚上大概要35,000，但35,000，其实我跟你讲，你说到饭店的价格，你钱是拢没无法度买房价呀。不，我是为了要我带我儿子跟我老公去啦。哦，那老二儿子老公去也可以住香客大楼啊。有后面有香客大楼。对，就是我其实那时候35,000，而且我跟你说，刚刚你们讲到很多很多的价钱，可能有人是四人房、三人房，可是我跟你讲，这35,000是不含早餐跟不含晚餐的。没有早餐。对，所以你知道吗？我们就勤俭持家，我们不吃早餐，我们早餐一个人要1,000多块啊，我们就是老。外面买饭团去，对，买全家，因为他外面就有全家。对，然后他可是晚餐就会体验，可是他晚餐一个人是要4,000块。哇，晚餐4,000？对，哇啊，因为他又在很偏僻的地方，你根本你就没得选，你就一定得吃他的，对。